又来带我玩水了。带你来搞野，赶紧！那个桥下面，上次网友说在那下面放鱼笼，肯定有，我放了，走。我在这躺在这里来洗个澡吧。这边真的挺凉快的。太热了。辛苦了，走。就这个桥下面啊。对，这个桥下面好凉快。我真想扑下去。来来来，来这边陈亚英是吧？好多小鱼。我过这个水，走这个水都觉得好多小鱼在脚边上，小鱼仔肯定很多，这么多小鱼仔吗？这小鱼仔要放掉啊！天哪，有皇上在里面。哎，这等我也看到了。鲫鱼、虎头鲨、黄蜡冰，啥都有。哎，啥鱼都有。小白条居多，看见没？还有福寿螺、鲫鱼都有，皇上也有。好多小鱼仔！哇，我去！看一下，你看泥鳅啊，这么大！这什么？泥鳅。这泥鳅啊，这么肥。嗯。还有鲫鱼。小鲫鱼。啊、小鲫鱼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大的福寿螺吗？福寿螺，这福寿螺扔岸上，让它死。看黄鳝，看见没？看到了。这一些旁皮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可以。咱们把要的挑出来，不要的都放了啊。小鱼仔都放了哈。嗯，这里面，走吧。来，快走啊！你们都待在这里干嘛？哎呀，这个大。哎呀，这么多旁皮。好吧。这是一条非常小的虎头鲨，也放它走吧，放它走，走吧。它又装死，快走，我走。这条大泥鳅啊，也把它放了，估计里面有好多仔，就一条。哎呀，来，快走。那大不大？哦，哇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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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一条黄蜡冰，还有一条黄鳝，可以了。带了增氧器啊，它不会死。昨天在这边放了一个小鱼笼啊，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收获。又是那个好大好大的吗？不是，小的，那个大的太麻烦了。放鱼笼、收鱼笼都麻烦。我都嫌它麻烦，我看着就想笑。今天是一个小的。鱼笼吗？哦。这个，哇，好多小鱼在里面，然后几条黄蜡冰没了。小鱼估计有300条，这个小鱼。这小鱼可以。咱们把这个黄蜡冰拿出来，小鱼就放了啊。把黄蜡冰拿出来哈。黄蜡冰，这黄蜡冰比较小吗？更大。可以了，再小也是肉。黄蜡冰不好弄出来，小心它刺到你哈。就这一条大一点。先装点水啊。这个小的。这一条也比较大，是吧？这啥鱼啊？不知道。一条小黄蜡冰。这一条大一点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几条好小，这是虎头鲨。这是黄蜡冰，这么小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啥鱼，这个是呆子鱼。两条虎头鲨啊，把它们放了，走吧。虎头鲨我又抓得到，你信吗？然后这些小鱼啊都放了啊，300多条。现在回家了。出来一趟，虽然说晒着太阳，但是好歹玩了一下水。咱们家的鸡总他说带我来玩一下水，回家喽。